嗨，马老师，欢迎来到沙漠之夜。哎，之前有点不太习惯哈，就是斜坡嘛，第一次走。沙漠之夜之前有礼物要送给你，现在也40多度了，送给你的水啊。我刚刚以为是麦克风，但是它是有奥义的。3、2、1，哦，这是一个加湿器啊。嗯，它是水雾机。哦，这送给你补水的。可是它全被吹走了，我只能这样补。这是沙漠之夜之前送给你的补水局。谢谢沙漠之夜给我的补水神器。如果我想让你用一首歌，形容一下沙漠有多干，你应该会大声的唱出那首歌。多干啊！对，我的热情，哈，啊，不对，对，好像一把火，哈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听着就很干。你知道沙漠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动物，沙丘里面那个沙虫？不是。嗯，你知道皮卡丘的原型是什么吗？老鼠。跳鼠，就是尾巴比自己长过3倍，然后是大耳朵，叫跳鼠，就是皮卡丘的原型。你有没有拍照神器啊？在沙漠上，我刚刚有去参考一些反光的东西，在沙漠里即使我不睁眼的情况下也能看到我的脸。沙漠之夜马上就要开始演出了，能不能邀请一下抖音的朋友们？这一次呢，抖音特别选在了宁夏中卫准备这一场，可以说是视觉盛宴啊！能在这么美丽的景色下唱歌给大家听，是我的荣幸。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直播间，跟我们一起欢度这个美妙的夜晚。脚步跨着落日与海风，让汗水蒸发成天空云朵一朵，反正痛快就对了。清晨开往盛夏的火热，把希望带到美梦狂欢的时刻，年轻有什么怕的呢？记住此刻心跳，为志去交响，去宣战所有的无聊，让我用力呐喊，喊到遗憾都遗忘，让我放肆疯狂，疯出一路的风光，倔强的心肆意生长，敢梦敢想大声唱，只为了活出独特模样，我有我的光，年少的心向往生长，奔向浪漫的远方，就算是会失眠会失望，绝不让孤单到天亮。 Shake up 把烦恼都丢掉， Right now 释放我的闪耀， Right now 走最先锋的步调，让我用力呐喊，喊到遗憾都遗忘，让我放肆疯狂，疯出一路的风光，倔强的心肆意生长，敢梦敢想大声唱，只为了活出独特模样，我有我的光，年少的心向往生长，奔向浪漫的远方，就算是会失眠会失望，绝不让孤单到天亮。欢迎来到沙漠之夜，我是伯远，大家晚上好。也许我疯得可笑，至少我还可以笑， Right now 让所有细胞一起闹，就让我有不限量的勇敢，创造一个专属于我限定款明天，坚强的心肆意生长，敢去和坎坷较量，无处可存放也有波浪，我有我的光，年少的心向往生长，你心中卫的天气真舒服，
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布景你还满意吗？哇，这简直就是像一个世外桃源。因为来的时候，其实刚进入沙漠的时候，我来路上睡着了，然后呢醒过来的时候我说这是哪儿，感觉我来拍大话西游。怎么那么美？对，怎么那么懂你，一望无际。我说哎，然后再往里开，我说哇，就在里面搭了一个舞台。是，我第一次在沙漠唱歌。所以呢一开始觉得有点干，后来发现干有它的热情在。对，热情在哪里？热情还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汽水音乐，让音乐更懂你。下载抖音出品的汽水音乐 APP， 抖音沙漠之夜歌单等你来听。刚刚已经说到，其实网上流传了一句话，叫做人应该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。你听过这句话吗？听过。你怎么认可这句话？我觉得没有天花板就能给自己的上限拉得越来越高，就有更高的目标去追寻。是的。所以呢，伯远，你平时会在哪里吸取能量以及有创作灵感呢？我的创作灵感永远都在移动的过程当中，就不管是动车上还是飞机上还是汽车上，只要动起来就是脑袋里灵光就很多。所以我刚我在沙漠里拍照的时候，我一直动着拍，跑着拍，然后就是各种在那里扭着拍，就不能站着拍。所以你现在很有灵感。没有错。风的自由也会给你带来灵感。那在未来的工作方面还有什么计划可以跟我们分享吗？我自己在抖音，其实除了经常会和我们抖音参加我们抖音的演出活动之外，自己在抖音也有长线的一个直播的音乐会，对，叫同频乐园，是自己主导的一个音乐会。包括今天待会我们要合唱的嘉宾王宇宙，之前我们也在同频乐园有一起合唱过。是的，所以大家都更加要期待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好好期待接下来呢，伯远呢还给我们带来一首非常非常温暖的歌曲。这首歌呢，就让我们伴随着感觉伯远的歌声，追寻我们内心的平静，然后去感化我们内在的生命力量，做最绚烂的梦，去最好的地方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伯远，给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。你一定要去好地方。我舍不得说再见，舍不得看希望破碎的脸，舍不得欢笑变成老照片，只能用来怀念。我舍不得说再见，舍不得那路口就在眼前，舍不得相遇短短一场，告别这样慌张。你一定要去好地方，要把我给你的行李都带上。如果你去的路上没有光，就让我替你照亮。你一定要去好地方，有好心的人们为你暖心肠。如果你忍不住回头望，也有人和你相望。我舍不得说再见，舍不得再见是在梦里面，梦里面你沉默不言，银河落入双眼。我舍不得说再见，舍不得那未来你看不见，舍不得那时提起的心愿
没你见证实现。你一定要去好地方，有温暖的洒满玉兰花的窗，让疲倦的你啊坐一坐，或者大梦一场。你一定要去好地方，有金色的船头，白云的天光笼罩在你软软的头发上，晾干旅途风霜。你一定要去好地方，再没什么打扰你静好时光。等到多年后我们再相见，还能认出你的模样。谢谢。宁夏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歌手伯远，非常开心这一次能够在我们抖音的沙漠之夜的舞台跟大家见面，非常开心来到宁夏中卫。那对我来说，其实在沙漠里面唱歌是一次很新奇的体验，也是第一次。沙漠、星河、你和我，多么的浪漫，两心相遇，因爱共泣，心生不息，与海蓝之谜共赴爱的冒险。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我相信大部分朋友只要平常刷抖音的话都应该听过这首歌。在我沮丧焦虑的时候呢，这首歌呢也带给了我很多温暖和力量。那今天也非常开心能和这首歌的原唱也是第二次合作了，对，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歌手，也是我们抖音平台上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人之一。如果最近你有点累呢，希望接下来这首歌能够给你一点安慰，让我们欢迎歌手王宇宙。饭又加班到很晚，你搭上空荡的地铁已是末班。好烦，很爱却要分开，恋爱谈不明白。好烦，接近理想好难，却又还很不甘，如何拥抱平淡？如果最难得到圆满，不如选择坦然。若是月亮够好，不顾苗条和美貌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？做你自己就很好，烦恼烦恼拥有太少，没有房车没有钞票，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新鲜珍宝。也懂大多数的时候你只想逃离这世界，我也懂太多的情绪在一个人失眠的深夜。你可以是悲伤或者埋怨，但请不要放弃明天，这一直灰暗的世界我想看见你的笑脸。吹入怀，吹着
着白色的山茶花微微开。若是春风还没来，晚风也可吹入怀，吹着那一滴树荫温柔摇摆。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舞台交给王宇宙，欢迎王宇宙为我们带来的歌曲《愿人间一两方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宇宙。